appointment。係最佳資訊及專題節目。我哋下季會有一個新節目叫《中年笑陰陰》，好好睇。講下笑陰陰咧，平時嘅舉動啊，咁應該幾香豔下嘅。我哋不如去片睇下最後五強啦。榮獲提名最佳資訊及專題節目最後五強，解封東京。任劈啦！太豪放啦，呢個女人真係大件格底食啊！係時候俾翻我好嘅我啦。無窮之路三無銀之姜，開心嘅事啦，我都好寒啦。走過了所有的彎路，從此人生盡是坦途。回家。時代在變，屋村情懷依舊不變，就等我哋一齊踏上充滿人情味嘅回家之路。Home sweet home。开卷呢本都要最好的一面。我行紧我自己的路，好多宝藏喺呢度。我哋呢个节目有几咁有营养。东张西望，咩人嚟嘅咧？咁我真系好惊。我都好担心呢度嘅住户咧。东张西望主持啊，你会同人喺度打交系咪？系咪冚档啊？有冇嘢可以帮到你啊 ？Auntie。不如你讀啦，好嘛？料得好緊要啊，對面。邊個料？年年都係你去揾個生面孔料下得唔得啊？揾個女仔好啲係嘛？唔係咯。萬千星輝頒獎典禮，2023最佳資訊及專題節目，犀利啊！喂，真係要讀噶。這個字怎麼讀？無窮之路三無限之疆啊！無銀，有請監製阮小青、編輯岑應以及主持陳貝兒上台接受獎項。無窮之路三無銀之疆原班團隊在高海拔自駕長征，將壯麗畫面、世界文化遺產、民族生活面貌逐一呈現，口碑再度實至名歸。剛才我跟岑應在外面坐，我們說我們可以坐久一點，我們真的沒有想過會拿到這個獎。很多謝評委，很多謝喜歡無窮之路的每一個觀眾，也多謝花哥和明姐對我們的支持。很欣賞就是整個新聞部的製作團隊很努力不懈，我知道他們不單止是出了很多汗水，甚至是淚水，即係我知道喺個過程裏面咧係非常之唔簡單完成呢個工作，咁我都即係好感動啊！即係攞到呢個獎，咁同埋咧即係有人就話記者咧就係無冕皇帝，咁最近咧就有好多熱門嘅話題啦，有好重要嘅新聞女王呢個節目啦。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，我哋只係一班好中意拍攝紀錄片嘅普通人。即係咧，我覺得我哋所做嘅製作，希望能夠令到大家有一個共鳴，係啦，或者去睇嘅時候咧，會有一種嘅反思，或者一啲嘅感覺。咁呢一個就係希望我哋可以繼續向前行，繼續一齊嘅成長。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